他明明可以直接给我一碗辣椒的，非是给我配了点面。别看辣椒这么吓人哦，只香不辣，我要把你泡在牛肉丸子里，因为我是浪漫的山西临汾人。来吧，菊姐买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橘子，今天是山西橘。在这里，同一种面条，山西人都能给你做出成百上千种花来。第一顿，临汾牛肉丸子面。其实我要一个牛肉丸子面，然后和一个干拌，加一份麻花。没有菜了，小哥。没了，到了2:30了。他这儿好像不让拍摄。大哥，你们吃的好红啊！不是你拍呀？那他家辣吗？不辣。你对象没？有了。非常多，听到不能拍摄，我还挺难过的。但是一听老板娘说这是最后一碗，反手就是一个购买。1、2、3、4、5，幸福五件套。这碗真的很夸张，红到发黑。我有点期待一会儿吃到他的表情。迫不及待的宝子们，哇，它这牛油味很香，就是那种四川火锅的味道。碱水面配上香辣的牛油锅底，真的绝了。用一个字概括是爽，用两个字概括是香辣。好吃。给你们看他们这儿的麻花，哎呦，我两个脸那么长了，2块钱一根。一下子就上色了。泡了牛油汤之后，外面会有一点点的软，但里面还是很脆。对，算是短暂过瘾吧。Hello， 是我那个橘子。你们喝饮料吗？我请你们喝饮料吧。快点快点。橘姐买单。你们是午休吗？拜拜，好好学习啊。他们的丸子是那种淀粉丸子，这一碗面的口感超丰富，有牛肉的鲜，有丸子的香，还有汤底红红的辣椒油。哇，来之前我还看到过一句话，我要把你泡在牛肉丸子里，因为我是浪漫的山西临汾人。越泡越好吃。再来尝一下干拌的。这碗真的很炸裂，他明明可以直接给我一碗辣椒的，非是给我配了点面，浇一点汤汁。就是说本地人真的这么能吃辣吗？每一根都裹满了辣椒油，黏糊糊的。本来以为是个王者，结果是个青铜。别看辣椒这么吓人哦，它这其实一点都不辣，真的就是和大哥说的那样，只香不辣。来瓣蒜吧。面条不像平时吃到的那种软韧的感觉，会更偏硬一些。一口蒜一口面，真的巨香。我嘴巴直接上色了，这叫什么色号？你们说。杏仁露也好好喝，很清爽解辣。丸子串，一连说两碗面，今天真的碳水大满足了。哎呦，还想午睡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山西人吃完午饭一定要午睡了，真的有点醉碳啊。喝完，属于是碳水人的狂欢了，非常满足。好啦，那今天视频就到这边结束喽。如果你们看到这里，一定要给橘子点赞、评论、收藏。我们下次再见，一定好串，天天开心，再会。